你哥的小金库，今天正式移交给你了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你哥是天才，平时帮人修修电脑，随随便便赚的。你每次出去都是去打工啊？不然呢？干嘛隔五？本来就是给你的，你想你这么蠢，肯定考不上大学，以后还得天天问我要，那我多烦。我还不如给你笔钱。 让你开个小店，以后不至于饿死。没想到我妹妹这么努力，以后考上大学肯定没问题。不要为了家里的事情发愁，按照自己的计划走，也不要为了钱为难。你去了英国之后，学费的事情哥哥会再想办法的。找不着你哥了，你不要老惹我哭。 拿着，我是你哥。哎，你别掉眼泪啊！你哥从小到大最怕这种掉眼泪，给家里留着吧。真的。 自己的钱，你自己决定。